这帮人操作吧，他会操作，就是有点傻逼。我说实话，就是有点傻逼。操作是会操作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拼，乱拼，乱打，出门就打架，看着人就上。说白了就是傻逼，啥也不知道，就是打，就是干。你看上马打了多少个人头，你就能明白。出门就干，出门就打。推过去，回家了，那我们也回家。他亏一波兵，别在那刷那破房了。我跟你好好说话，你教你点东西。老在那破房了，也不知道破什么房。打了剑魔一个闪，还可以。三段扣，你看像这波兵就不能打了，这兵有点太多了，扛兵打这就有点病。哎，扎了我一刀。谁死了？死哪了？怎么死的？哎呀！插个眼儿去。剑魔没了。好 A。这扣啥呢？一 A 扣打一下。塔下的兵非常多啊。A 我一下。走位，让他扣一没关系。吃药，得打。A W 点燃扣一吃药平 A 一下闪现再 A。上当了。你看似我的血吧比他少。但是其实他没有技能，他除了平 A 就是平 A， 我们都不用害怕。螳螂来了，挺好，假装打不过，让他跳，跳了他就死。跳来 W 一手 A Q E 转起来，吃个小饼干 A 接 Q 回家。只要他敢跳。他就是上当了，我直接回他都扣不着我，拜拜，溜了。剑魔有毛病，不是剑魔有毛病，是剑魔不知道这波是什么情况。
他以为我能死，其实我们死不了。你说一个两管血的猴，你跟不跟他打？你满血也不是满血吧，三分之二的血，四分之三吧，差不多。你说你跟不跟他打？这把就不太适合三项了，这把三项不好用。先出个分离者，然后出一个减治疗的那个东西，出个死刑宣告，一他骸骨，好扣一 ，A 扣 A 一，塞拉斯来了。塞拉斯来了，等个十秒钟啊！没事，我死不了。装甲猴 ，W 走位，这波可以打。先 Q 一下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。一 Q R 转起来 ，W 一手 Q R 跑闪，再 Q， 我啥也没用呢。塞拉斯上波来，如果我倒好的快一点，我把他俩都杀了。但很可惜不行，好的有点慢。现在不出可血战斧了，我不太乐意出了。我觉得可血战斧不太厉害。血魔流失败了。如果你在劣势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可以出一出可血弹，因为劣势的情况下，这波啊勾引他一波，我们假装是这个炮车啊，其实我们是真实这个炮车，让他感觉能打得过我们。再 A 再 A A Q 吃饼干套点烟 A E A再 A，W 一手平 A 死了。哎呀，哎，这螳螂哪来的？没蓝了。哎呀！叫人儿吧，小伙子。带个扫描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高估饼干的回蓝了吧？这不是啊！我即使我没杀了他，这波我也死不了啊！那谁知道螳螂来了呢？也不说一下，净挑我们这种没有蓝的时候来，可恶！下边你再来，下边你再来，小伙子，快推，快推，快推！这波把剑魔呀，他传送了，哎，他传送螳螂可能在旁边啊，这波可以双杀。螳螂来不来？来一下嘛！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把你的打野叫来，勾引螳螂过来赶口我们。要不然他不能来，勾引他过来。
先打他一波。对 ，unstoppable， EA Ho。没有点烟，没有点烟不好杀呀。哎，好像要来了啊！眼儿不插，插眼儿他知道。几个人来？三个人可以，先 Q 一下。有骸骨镀层没关系 ，EA 点烟 R 转起来 ，W 等于是闪现 Q 再 R。剩个剑魔 ，A 接 Q， 一上来再 A， 跑的是真快。哎，怎么这么怂啊？这多少个人呐、啊？打架呀，干不挺苦的吗？我这是上把这不乱打吗？这随便 A 呀、啊，这半天杀个破泰坦，都不够看的这玩意儿了。泰坦有赏金是吧？多少钱啊？哪有啊？没看见哪有啊？回家了。哎，这剑魔人没了，我上了塔拔了。呀，一血塔，这不无敌了吗？剑魔呢？剑魔人没了啊，出来了。先去看看红的。别收兵了，打一架吧，老弟，打一架，来，打一架呀！你跑啥呀？你说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我们追不上他，不杀了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可不追了，我追的累死了。他一个二速孩，我连个孩都没有。回家了。这怎么就高德莱克了？有这么狠吗？不行，兄弟们，这九头蛇除了这螳螂，应该要无敌了。我们得追上他，这把水银还得要，把这个出了。我们得能追得上人，现在有点追不上人了。下路不好去呀，先把中塔拔了，把中塔拔了就好去了。丢了个车，哎，有点烦。我怎么感觉这螳螂又要去下路，但我去不了下，我只能回上路。我这波兵不能不收，我们得上来收兵。起节奏挺费劲，说实话。完了，这边感觉这螳螂又要起飞了，怎么办？别追了，还追，追得好，兄弟们。哎，他打峡谷去了，刚才咋没看见他呢？
螳螂来不来？这波上路来不来？啊，该来了，兄弟，还不来？我们不能在野区遇着他，在线上没有问题，我们在这里遇着他没有问题，不能在野区遇他，野区遇他，他直接秒了我，不能有孤立无援啊！在这个位置可以让他来。二级，嗯，十二级，来波中吧。跟我来，他俩没技能。我得走，哎呀，这两个人怎么没在这个位置出现呢？死亡之舞，哟，又死了，这螳螂整了一个小水银，哎呀，我操！菜呀，怎么就菜了呢，兄弟？那三个人啊，那是人家杀了十二个泰坦，还给我个大。你要没这泰坦，说实话还行。这还菜呀？他杀了十二个，杀我队友，一顿杀给我队友，这顿杀呀，疯狂杀戮。我这十八分钟下来，人家杀十二个。小龙打了，而且他还是铁板鞋，他要换个水银鞋，说实话还能好点啊，铁板鞋不行。这剑魔我也越塔杀不了，人家也不用参团，人家就在这儿带线儿，带线儿就带线儿。咱越塔咱也杀不了他，也没办法越那个塔，所以就拉倒吧。嗯，塞拉斯死了，中推。这把就不是单带他能打出来的效果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就得打团战。过来中，跟对面打团，想打就跟他们打，没事让勾。钱，嗯，这两个人瞬间就变成灰了。那螳螂杀那么多人没用。不打了，差不多了，撤吧。哎，这怎么舔上去了？哎，好舔，打个红来。你看见这阿木木没？前期他死成什么样？他打团依然比那螳螂有用。这波不去了，我们收波线。哎，
基地不会没的，中塔中路应该也不会没，对面没线了，我们推就可以了，没关系，回家了。希望螳螂不要过来呀、啊，过来也打得过，没事，可以让他过来，问题不大。先来个这个。大龙没了，我操！我活着，他们敢打大龙？打一个试试，你让他打一个试试。我虽然说杀的人不是很多，但是这团战打起来，我们一样能无敌。指挥一波啊！其实可以去打大龙呀，他们，或者是阿木木跟我也可以。你说为什么总是没人来抓我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没人呢，怎么人呢？没人来，我这带线带半天，我操，没一个人过来。你说，可以打来啊，木木去，往上舔。你们全都得死。你们全部都得死。哎呦，差一个死亡之舞，差一点点，来个死亡之舞，小黄毛死完，剑魔就能死。我先杀 EZ， 刚才那位置。可以先杀 EZ， 但是我选择先去杀对面的塞拉斯跟螳螂，因为螳螂杀的人多。后来我发现不对劲，先杀这 EZ 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下波的吧，下波就知道先杀谁了。那也没办法，那队友全死了，俺们刚才是一打四。我要有死亡之舞行，我还没死亡之舞。下波来个血手啊，直接打大龙，可以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打打打打打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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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那剑魔刚好下路，来来来来来，速度，快快快快快！呀，螳螂来了，来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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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用开大，来不用开大，来不用开大。这人我看你往哪走？天！你干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敌了，兄弟呀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无敌了？先杀这螳螂吧，先杀小黄毛。哎，七百，我操，七百，给个人头 ，nice。AD 去拆中吧，俺俩打就够了。去给人拆中吧，怎么满血了？现在这打团战就这样，那剑魔夸嚓一下满血了，我们也夸嚓一下满血了，就这样。现在这回血就是比较猛，要不怎么来个重伤呢？红不打了，红打了容易出事儿。
先打他个石头人啊。这七级回家。无敌了。哇，好痛啊！这是不是有 bug 呀？他怎么能一个大打这么多血呀？拆下路吧。哎，那这一个大能打这么多血啊？先把这罩给他破了。没，拆吧。他们家这团战打不过。可以的，直接上高地啊！如果这边敢守塔，直接我估计他们这帮傻子指定得守。那傻了吧唧的还守呢？你守个屁！你守你还守塔？你说这守基地多好，哎，就不就硬守高地塔，就跟俺们家上马的队友一模一样，都不带错一点的，还守呢。先把泰坦给我杀了，螳螂没有什么用，没事，再杀个塞拉斯，走位一走。我给你打一手。W 走，我卸手还没触发呢，没关系，一波。差一个人头，那没办法，那人头差一个也没办法。